回家作业。好，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其他补充范例。这个是同学问的问题，入门跟进阶。入门的部分其中有一题我觉得你回去可以想想看，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关系，叫哪一个呢？往下找，字串切割 MID， 刚有看过吧 Fine 有看过吧，他的问题我觉得还蛮妙的。他如果不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每天都会非常伤脑筋。这些东西是他从网络上抓下来，一个网页里面的内容他就放一个储存格，一个就放一个储存格。但是他里面要的是什么？他里面他只希望帮我切割出里面的那个从这个网址一直到这个网址。也就是说呢，他有个关键就是说，这个什么刮胡，中刮胡的前面，中刮胡的后面跟后刮胡的前面这个部分要帮我切割到这里。那以前你不会的话怎么办？运用你的滑鼠跟键盘吗？选起来 Ctrl-C Ctrl-V， 哇，那这样不对啊。你看Ctrl 向下总共600多个，还好其实它不止这些所以如果说你要早点下班非得用点方法，那这个答案就是用两个函数，刚刚讲的 MID 加 Find 就可以解出来。解出来之后的话给各位看一下，就是像这样子头跟尾。那我后面会多两个，一个是 MID， 对不对？这个是用 Find， Find 什么？ Find 这个的头的位置在哪里，这个是什么？ Find 尾巴的位置在哪里，有头有尾，再用 mid 去把它切出来。好， OK， 就解出来了吧。如果有兴趣同学回去想想看这个其实你可能要想很久我只是提示给各位啦应该懂能够意思吧那 find 函数主要是找到这个的位置在哪里头尾有了之后，那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了。 OK， 当然这个不只是这个方法，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复杂。最好是怎么样？你按个按钮，自动 VBA 全部帮你做完，那当然是最好了。不过这个难度，我想应该 可想而知了当然以后如果 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VBA 部分可以讲一下。记得好像我有写出来这样子，我有点忘记了。这个是在这个手机好像没有，不过可以再想想看记得我是把它写出来好，那这里的话呢，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就是第一个那个云端白板的这个位置以后请各位就是把它写在你的笔记本比较不会忘记的位置啦，因为将来上课或者回家你要复习的话都可以从这边进去OK， 然后我今天的上课我会再把它转换之后会 mail 给各位，那 mail 里面的话会有告诉你一个论坛网址，那请各位就自行再加入到那个网址，就加入到那个论坛里面。以后的话我就直接会把第二次以后的上课都贴到那个论坛如果你有加入进去的同学就会自动收到我们上课的那个影片了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云端的那个补充，其他补充的范例，入门也有，进阶也有如果说你们对于某个范例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先试试看，或者你做不出来没关系，你也可以提出来说，老师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那也许我之后会拿来当成上课的补充多讲一些你们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对你们工作上面会比较有帮助。 OK， 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